你是要把我带去哪里？我带你去找你阿妈。阿妈，哎呦，是万万就特别跟你交代，讲你带悄悄倒来时，目睭也是个暗的啊，啊无彩我母甲安尼一点仔惊喜拢无啊。哎呦，我都一点仔想过欢喜，袂记啊啦，不要紧啦。袂，你甲悄悄带退后几步。 我这个人哦是足仪式感的呢，来来来，停啊停啊停啊，来，来哦，来，你来，哦，欢迎悄悄，有欢迎无？有，哈哈哈哈哈，安尼，好棒哦，哎，啊，子生个单亲嘞，啊，那不用多等。 因两个哦，先甲悄悄、贤丽看到你厝啦，下面就来啊！哎，头家嘞，阿咪两个小菜都卖七五百，哎，恁两个卖大概拢靠生哦，想讲食面恁煞无甲你收钱诶，卤味愈吃愈侪，你不甲食倒呢？讲真笑，阮真正着奖金买一寡宝贝来互大个数啊！你嘿，阿老舅，你哪只故事？嗯。 巧啊，他们哦不是坏人呐，他们是坏人，我保护你们。哦，哎呀，你啊看啦，恁呢哦，那恰灵魂容易惊人呐。啊啊，大，啊这伊那屁那高水啊，啊这罗我甲恁说啊，查某囝，哈哈，唔够甜对，你较帅查某囝，对啊，哦，安尼恭喜大个甲说啊，是好人儿呢。 无啦，这叫老棒生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唔知影大个甲细啊，老棒老过波多刀，啊不，是这个变变鸟，搁真鸟咬哦。今日头前卖有白讲的，哦，有啦，我看这个恁阿哥个差不多四五岁，安尼唔是煞生的啦。哎，安尼煞你不断嘛算看呢，连大个甲俊俊外口斗阵的头生，伊嘛有法度接受呢。大庭呢是什么？啊。 大庭就是很喜欢，想要跟他在一起的人。那我跟阿姨也是大庭呢。今日吼是悄悄头一天来试住啦，恁吼莫伫遐胡白乱讲话啦。伊哦，就是我哦，甲乾坤为了单亲来收养的啦。哦，哦，歹势，阿姨，这条阮阿爸阿弟着啦。你好，我是油条。我是馒头。 阿妈，他们不是油条馒头，他们是人。这囡仔奈，淡薄怪怪。你讲啥啊？你才怪啦！你全家都怪。叔叔阿姨。嗯。悄悄乖，来，星星熊熊，送给你的。哇。嗯。来，这一家胜哈。 乔伊毋是怪怪啦，因为伊有学习障碍，阿姨对人讲的话理解，甲伊不爱囡仔无共款。譬如讲，老师伫咧上课的时阵问讲清楚了吗？阿姨是伫咧问讲敢有理解，啊，毋过有学习障碍的囡仔可能会做目睭，俩阵讲老师是伫咧问讲敢有看清楚。啊，对了，是不是？嗯。 你替我把这油条馒头摕来物件，替你储藏室，我倒两个寄来派，也定定啊。哦哦。唉。啊，今麦坐到对我态度，嘛好真济啊。我相信我甲丹青的机会是愈来愈大。其实你免遮尼麻烦啦。 啊，悄悄物件都敢那伊较想我尔，放伫我衫橱就好啊。袂用急啊，悄悄来一个新的环境哦，难免会紧张啊，啊，互伊一个专属的柜子哦，安尼毋才有归属感，较安心啦。这你嘛知影，较早嘛有人安尼甲我讲过。这医疗就是你的青涩角落。 你讲这拢是我的，你应该伫遮住足久的，若是无一点仔归属感，人会足艰苦。你有需要，你家己空间啦。是啥讲的？我细汉的时阵伫咧育幼院，
我嘛就想要爱家己的角落，应该是迄个时阵老师甲我讲的啦，我嘛记无啥清楚。我跟俩尊讲单亲，无想起啥物。其实即马，说煞去啦。若是咱让单亲重新接受我，伊阁毋免想起迄段痛苦，安尼嘛是真好啊。只不过，也是淡薄失望啦。不，哦，够痛的啦！哦，哦，悄悄，手肿起来了，舒舒服服。哦，悄悄拢安尼呼呼啊，你们不要洗一下。我来提，我甲你抱。啊。哇！阿姨呼呼。啊，小学拢讲啊，爱心呼呼啊。阿姨，快点，叔叔手痛痛。就听哎。叔叔擦药。没了啦，刚刚阿姨擦过了。林子生，你今晚都搞出去。小小，叔叔手痛痛哎，可不可以待在这里啊？不可以。可以。阿姨可不可以？好了好了，可以可以。爱你，爱你。爱你。子生，丹青，妈妈，爸，好像球球，这是柚子。虽然你的电话内底都有已经讲讲啊，啊，不过即摆亲目睭看到你做伙过来。我感觉真正真欢喜的，阿妈、阿伯，真好，真好啦！我真正做眠梦哦，嘛想袂到，恁两个会做伙来看我。不是两个，是三个。对啦对啦，子生讲哦，会带一个囡仔过来，啊，你就是巧巧哦。巧巧，过来过来。我们是有跟你教过啊，这个是阿祖。阿祖好。哎呦，乖乖乖的，巧巧哦，生出果嘴的，可真乖呢。那个是阿公。阿公不是在家里煮面。那个是乾坤阿公，这个是国庆阿公，懂吗？可以有两个阿公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，赶快叫国庆阿公。阿公好。乖乖乖乖乖。啊对啦，卖你只拍你头啦，你去内底休困哦。子胜，加油啊哦，好你冇。冇问题啦，搞好啊。走。妈，感谢你啊、哦。嗯。这是阿祖。嗯。这是阿公。嗯。乾坤阿公。梅花阿嬷，林凤阿嬷，这是阮啊，这是阿姨，这是叔叔，彩虹舅舅，梓潼阿姨。哦，原来摊到你囡仔囡仔算就是你捡这哦，收起来就不会不见。这是巧巧。大家跟巧巧一起。巧巧今麦已经把咱当作一家伙啊，应该是因为伫咧幼儿园阴影啦，伊真惊大家搁怀疑啊。
家伙啊，确实是爱我做伙，互相扶持啦。佳佳，阿妈提一个物件给你递哈。阿妈家己干的只。会啦。你看，哇，有够水无？来，给你递这个石头，来。哇。你把我拢当作石头放做伙啊！哦，哎呀，大家笑哈哈哈！对，大家笑哈哈！因为吼是巧巧，大家才有法度食，你要欢喜啊！你啥？先生嘛，你好。好的啊，都跟你讲，莫叫我先生嘛。哈哈，啊，我都拢叫惯习啊。食水果啦，啊，甲啉茶啦。王后生哦，嘛有来呢。啊，袂啦袂啦，我要来庄仔来哦，参加一个公听会啦。啊，你敢无要去？等。什么公听会啊？啊，就最近吼，有人想要踮咧这附近发展迄啰太阳能光电啦。哎，这附近的土地吼，安尼差价吼，热扑扑的。我听讲比正规子哦，搁较好赚几啊倍。真侪人拢老啊啦，啊实在种无法嘞，啊少年也无想要接手啦。哎，土地空点的遐哦，嘛怕算啊。哇，安尼轻轻松松就人啊赚到钱，真好呢。安尼不我先过来去。哦哦，无你先过哈。好，谢谢。奇怪，这附近的土地嘛无讲偌值钱啊，那乡乡有啥物公听会要发展？爸，阿妈，阿无安尼啦，既然拢来啊，来听看卖啊，了解一下到底啥物情形啦。嗯，好啊。啊，巧巧差不多爱困倒啊，我都留伫遮陪，迄种场合伊去嘛无聊。嗯，好啊，这内底有房间啊，吼。有当时啊，我甲国庆吼，嘛会踮遮大一暗，物件做齐全的，你就带巧巧入去休困。嗯，好，走，巧巧睡觉。去去去睡觉。阿妈、阿伯，你莫无用啦，你明明都有代志，我来就好啊。袂要紧啦，我想想吼，还是我来较紧啦。若无你也毋知影物件伫倒位啊，等下吼，搁顾规半步。是啦。安尼悄悄才会用较早休困啦，而且会用替溪水付出，阮家的老的，唔只有成就感。妈，讲了有影。啊，那我就先谢谢阿妈，谢谢阿伯，谢谢阿公，谢谢阿祖。乖。啊，不要紧啦，我等一下去哈。是什么？无啦，这个过去有一寡资料啦。来，凌晨拢铺好啊，那你吼赶紧休困，我阁要去公听会。对对对，您休困哈，乖。巧巧，那我们赶快睡觉，来。拄只迄张，敢毋是你甲美华当年一直无瘾啊？再想讲，去妇产科要分别人的。是啦，那就是一张同意书啦。拢这么侪年啊，你阁老的哦。我就囥囝王袂记啊！刚才拄只单亲无看到啊，咱紧来去，子孙咧等啊。